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科幻 Move。 今天我们来介绍一部美国科幻喜剧片《黑衣人2》。一艘外星飞船突然坠落到地球，巨大的声响引来了一只黑色狗子。只见飞船下出现了外星生物，面对地球狗子的吼叫，外星生物毫不畏惧，接着他反击了回去，直接把地球狗子给吓跑了。随后他变成了杂志上美妞的模样，因此引来流氓想要和他一起共度春宵。外星生物直接解决了流氓。原来这个外星生物是卡罗瑟星的女王塞琳娜，多年前由于黑云的阻止，导致他没拿到萨特之光，这次他一定要拿到手。于是塞琳娜很快地找到了双头人，在他的拷问下，从双头人那得知了披萨店老板与萨塔之光有关。于是他又来到披萨店威胁老板，老板表示塞琳娜永远不可能得到萨塔之光，因为明天萨塔之光就回到萨塔星，这让塞琳娜气得杀了老板。没想到这一幕被罗拉看到了。而另一边，由于 K 的退休不当黑衣人，因此 J 一直换着搭档， MIB 总部让 J 去找搭档调查披萨店杀人案件，小狗布兰克毛遂自荐。于是 J 带着自己的临时黑衣搭档去披萨店，他询问了罗拉后还一起吃了晚饭，似乎对罗拉很有好感。之后 J 来到了飞船的降落点，发现是卡罗瑟的，总部告诉他一定是塞琳娜来了。多年前萨塔星的公主来到地球，希望可以在地球藏起萨塔之光，但总部为了地球安全拒绝了萨塔公主，还派 K 送公主回去，因此想要知道详细的消息必须找到 K。 可现在 K 已经退出了组织，记忆也被清除了，于是 J 带着 K 去恢复记忆，可被突然出现的塞琳娜打断，塞琳娜打进了总部，因此 J 只好带着 K 逃出去。接着他们在朋友那里又找到了记忆恢复装置，但没成功。大美周围的环境刺激还是恢复了记忆，但 K 还是不知道萨塔之光，认为自己消除了这段记忆。于是他们准备去披萨店找线索。到了披萨店后，他们通过 K 手里的照片发现绿色钥匙，接着 K 想要清除罗拉的记忆，但被 J 阻止了。随后他们用钥匙打开了保险柜，发现里面居然是一群外星小人，还有 K 的手表和录像，但手表是小人的钟表，因此小人们很伤心。这时 J 把自己的表挂了上去，于是小人们非常感激。正当 J 开心时， K 拉着他离开，原来手表是一个倒计时。随后他们还看了录像，原来 K 根本没有送走萨塔之光，因为他爱上了公主想要帮助他，所以 K 骗走了塞琳娜，让萨塔之光留在地球。他怀疑是罗拉的手链，但这时却发现罗拉已经被抓走了，因此他们拿着武器去总部反击，阻止塞琳娜将罗拉和飞船发射回去。但 K 被塞琳娜抓到了，幸亏 J 及时出现救了 K， 接着前往发射地点。原来手链不是萨塔之光，它只可以出现发射地点，而手表上的倒计时一到，还没阻止发射的话就会爆炸，导致地球毁灭。这时塞琳娜也追上来，这将塞琳娜送到了怪物的口中。到达地点后， K 表明罗拉就是萨塔之光，萨塔公子女儿，她是萨塔人民的精神领袖，必须尽快回萨塔星拯救人民。虽然 J 和罗拉都依依不舍，但罗拉还是决定完成使命。还没死的塞琳娜又追了上来， J 和 K 用烟火直接把她烧了个一干二净。 J 想接回保险柜的小人，但 K 一脚踹开旁边的门，原来外星小人已经有了自己的世界。影片到此结束。